妈，最近好吗？抱歉没早点写信给你。昨天晚上我又梦到你了。天气好冷，但我能感觉到你身上的温度，热热的。然后，突然你就不见了。你记不记得小时候，你经常把我举起来，举得高高的。那时候我总是害怕，会突然刮来一阵风把我带走，带到和天上的云一样高的地方，离你好远好远。现在我就在那片云上，我觉得我好像不配生活在这座城市。我从来不觉得我属于这里，或者这里属于我。说实话，妈，我觉得我也不配做你的女儿。可能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吧。小时候，我担心会被一阵风带走，但现在，这是我唯一的出口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再见到你。妈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回家了。